台金七明新兵街头快闪式操练，敬礼姿势令人哭笑不得。原标题：打靶训练，部队行进。据台湾联合报10日报道，台军宣布军事训练一零男子要下部队接受更高强度的训练后，七名在台陆军206旅完成新制5个星期入伍训的一零男子，日前在台北火车站一带集结，穿着迷彩服、短裤，以快闪形式在街头表演入伍训练打靶、部队行进、行进间敬礼等动作。台军回应此事时称，这是他们自己的服役纪念，此举未经核定，会引导纠正他们的法纪观念。有岛内网友则表示，真是哭笑不得。